哦，因为唔捌拍过这個，对啦，啊，哦、啊，这嘛嘛对农民会当一个益处噻，上够。会咬人哈、哦？会，它有野性，就是有野性的。嗯，就是我给它翻动，你就会看得到哈。我一定用弹弓去射它的头，然后晕倒的时候掉下来，我们才过去去捕猎。因为它的警觉性很高，看到人的时候，它马上就会躲起来，它就会从树上跑到下面去，甚至也会潜水。比方说它是溪边，它潜水一次可以30分钟，是很久的时间，所以我们会在旁边等它上来的时候再击倒它，然后我们再去抓，是这样。一般我们会有个绳索套绳，把它套住。再拉回来是这样，那。